瓦特，大家来一路，瓦特阿优第一届唱歌比赛，看谁不累，哈呀！跟你们讲，我号称呢 YouTube 界数一数二，唱歌还算可以。我号称 YouTube 界唱歌的音痴。今天呢，就是为了证实这件事情，我们就下载随便一个手机软体可以评分的那种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看看瓦特跟阿优谁的声音比较受到手机的喜欢。这个 APP 要是比较低分的那个人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惩罚给你们想。但是平常有在唱歌的我呢，如果输给你，内心可能是会有一点点小难过啦。不用难过啦，你输给我事情还没做。输了你。好不好？想要我们跟谁合作？联络我。好，那就我们。各位，我们这次下载的程式呢是这个。好的，完全没有对焦。我们就随便下载一个啦。对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先猜拳，决定谁先谁后。OK， 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究竟这对姐妹要猜拳猜多久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剪刀。你好帅，你跟我一样，好剪刀布，就要剪刀石头布。那就让我们开始。好，先使用这个程式。你感觉他业配？没收钱啊，没收钱，没收钱。好，热门歌曲我选，怎么了？也蛮好听的，可是他没有那个。纯唱吧，你们才听得到我歌声是多么动听，不能被那个，你知道他们原唱会干扰我，追光者好不好？追了，追起来。怎么有点紧张？这个放置大家应该看到。Thank you.
的那个太少了，对，还是我试试看那个小幸运，私心绝对，功能之外，我帮你点，特别特别的想听你唱。我先说，我感冒。好 ，OK。感受停在我发短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？为了保护我们特优的耳朵，替你们加快，真的不用太谢谢我。终止不放，不行不行，这首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可以不是，我是为了你才选这首不行不行不行。什么？你说你们想要听？好吧，不然听阿优跟子琪合唱的好了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那是个意外。喜欢有没有人跟我是音痴的一样，在下面留言，谢谢。那